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你看我们中国的各种传统文化啊，都各有各的魅力，是吗？特别是这个戏曲文化啊，我就非常喜欢戏曲。我相信在座的很多朋友跟我一样，也都非常喜欢戏曲。哎，不，罗老师啊，我不赞同您的说法。怎么啦？哎，像我们大部分年轻人啊，喜欢这个流行音乐啊，网络神曲，对您的戏曲啊不感兴趣。哎，我就有办法让大家喜欢戏曲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把这些网络神曲、流行歌曲都给它改成戏曲，大家一听喜欢听就喜欢了。所有的歌曲都能改成戏曲？我都能改。哎呀，罗老师，你这话有点大呀。这还搂着说呢。那这样，话到这儿了啊。我唱首歌，你能改成戏吗？你能唱出来，我就能改。那我挑一个。没问题。最炫民族风。好啊，可以吗？你唱唱。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，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，嘿，留下来，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，是整个天空最美的姿态。嘿，哒哒哒，一哒贝拉，一哒贝拉，后来走。你上一边去吧，你。推我干嘛？啊？你不就这个最炫民族风吗？能不能改？张口就改。来，我拿咱们这个山西、陕西、内蒙古地区最流行的二人台改你最炫民族风。那你来来来，听好了。哎，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，我要用我的真心手把你留下来，悠悠地插着最炫的那民族风，还是呀嗨，让爱爱卷走那所有的云彩呀，还是呀嗨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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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好，这是好，这是好。算你改上来了啊。还有吗？可以，还敢改吗？没问题啊。现在流行的啊，卡路里。什么是卡路里？哎，看我了吗？啊，全是卡路里。你等会儿吧，你泥鳅吃多了是吗？怎么了？能唱上来就能改。可以啊。拜拜甜甜圈，珍珠奶茶方便面，火锅米饭大盘鸡，拿走拿走别客气。来啊，就抖音上这个。对，神曲吗？我听过。嗯，我拿咱们的国粹京剧改你的卡路里。京剧能改？听好了，来。每天清晨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，每次多吃一粒米总要说声对不起，魔镜魔镜告诉我，我的锁骨在哪里，美丽美丽要美丽，我要变成那万人迷，卡路里。拜拜拜拜甜甜圈，珍珠奶茶方便面，火锅米饭大盘鸡，拿走拿走别客气，我要燃烧卡路里，我要变成万人迷，我要变成那万人迷。怎么样？可以。所以传承这个传统文化，戏曲文化就得我们这种艺术家多给大家唱，是吧？大家伙才喜欢。哎哎，你等会儿来。哎啊，您是什么艺术家呀？啊，你先捡起来来。什么掉了？脸。什么你就艺术家了？我这艺术家。你会什么你就艺术家？哎呦，我会唱的戏太多了。啊，会什么呀？传统古子老戏我都会唱。啊，比如呢？我把我的戏名说出来都吓死你。不能够。我能唱一剑愁，二进宫，是三岔口，四进士，五家坡，六月雪，七星灯，八大锤，九江口，狮子坡，百寿图，千金记，万花楼，上天台，下河东，回征州，走麦城，打登州，取洛阳，镇潭州，闹江州，李逵探母，苏武牧羊，四郎探母，龙凤呈祥，贺后骂殿，定计化缘，狸猫换太子，闹府大瓜园。不错。黄鹤楼、白门楼、贾家楼、狮子楼、望儿楼、艳阳楼、邵家楼、富春楼、火烧望海楼、借东风、南天门、西厢记、野猪林、珍珠山、琼林宴、温良展三家店、占太平、占宛城、占长沙、占北园、贵妃醉酒、天女散花、嫦娥奔月、黛玉葬花、红鬃烈马、人面桃花、杨门女将、大鱼杀家。好。盗玉马、盗魂铃、盗银壶、盗仙草、盗甲、盗杯、盗瓶、盗令、盗钩、盗戟、偷鸡、盗苦银，是三盗八叫善。温昭关、武昭关、南阳关、木虎关、阳平关、陈塘关、草桥关、雁门关、两廊关、瓦口关、怀都关、界牌关、扎头关、虎牢关、罗成教关，是刀劈三关。好。大蟒山、二龙山、花果山、牛头山、丁甲山、四盘山、普球山、少华山、青石山、翠屏山、银罗山、银空山、双锁山、九里山、铁龙山、定军山、吞吐山、华油山、大香山、探银山、棋盘山、马鞍山、
火焰山、喜福山三座山，火焚绵山、天霸拜山是壁上梁山，有红灯记、沙家浜、龙江松、杜鹃山、平原作战、磐石湾、江姐、接镇国、红嫂、刘胡兰、绝路问苍天、奇袭白虎团、智取威虎山。好，这些戏想听不想听？想听啊！想看不想看？想看，您都会，还没学呢。去你的吧。两位来自北京的演员啊，高老师觉得这一段怎么样？就是这个唱功一流，而且这个贯口一看是自个儿后编的吗？啊，这是我自己创作的，对吧？因为以前没有这个大的贯口，就是贯口稍微说的慢了一点哈。我觉得还可以说得更快。好，我继续努力，把这个歌曲变成这个戏曲，这创意非常好，而且很有意思，我很喜欢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夏老师。哎，夏老师干嘛？不是夏老师吗？高老师啊，想起高老师这人物来了啊，这个都一样，嗯，这吓人一跳的老师，嗨。